音乐参与创新与音域，想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张专辑，而我备份配套创作词曲，而且明天就是截止日期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太干了吧！看看手边的创作，还有哪些还没做，结果发现累积了100多首，但没有一首有把握。这样没自信的我，好像也持续了很久。但是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明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！小时候都不会想这么多，在长大之后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变得保守，也失去了冲动，给自己放手一搏的冲动。不知不觉已经写到了这里，有一点头绪。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这里，请不要担心。想到小时候的我，好像想要做什么，就会马上出手，马上行动，马上就开做。那么现在到底为何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假设？到底为什么？明明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！小时候都不会想这么多，在长大之后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变得保守，也失去了冲动，给自己放手一搏的冲动。如果不停地一直往前走，或许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出口。就像我20分钟前刚坐下来烦恼我的歌到底要丢什么，结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，我也没有想过，或许这就是一种出口，一种出口，一种出口，就是我的 outro。